红白乐天 T 恤、短热裤，中职新球季开打前派出活力啦啦队先来暖场。碰上疫情搅局，女孩们清一色戴上口罩，印上每个人的脸，还原度高。特制版布口罩一小时预购破千份，还创造另类商机。只不过防疫期间只能跳不能叫，灿笑表情再搭手势，连自己都觉得新鲜。我好像很开心，很乐天呢。你笑到连舌头都吐出来，大家感觉应该蛮特别，因为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是第一次。那就算对于观众席是纸牌还是机器人，我们还是一样会拿出我们的热情。没有观众，照样要拿出热情。中华职棒拼防疫改闭门打，成为首次无观众比赛。没有球迷可以进场替我们加油，当然会有一点可惜。全世界这样的疫情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还能够有比赛可以打，是。已经相当不容易。没观众没关系，因为旁边还有可爱的人形立板，同样戴着口罩来帮球员加油。这一区假人坐满满，手拿加油板营造看球气氛，还有机器人也来了。霓虹灯伴随鼓声，全球疫情爆发，中职照样打，取代球迷，机器人站一排应援，让球员不孤单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